不凡，你背着书包去哪里啊？我们下午才去看电影呢，现在要在家里待一会儿，知道吗？我的天啊，我看来要买沙发了，你把它弄出来干什么？哇，你的能力也挺大的哈，把它拆了。Oh my god！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3点钟这一场，他妈妈2点多才回来。我们去看电影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3点钟那一场。如果赶不上的话，就看4点了，就 VD。给你看一下东西吧。哇，外面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。你看妹妹也在去给派免费的 cheese， 你要拿 cheese 干嘛？你都不能吃。去买票，之后呢就买点吃的。他妈妈买了一个儿童套餐，还有一个冰。他妈妈还买了一个什么？妈妈还买了一个炸鸡。哇塞！可能今天可能我们一起做不了，因为太多人了。我看看下面里面怎么样吧。好多人啊！2 hours later， 刚看完了那个《美女与野兽》（Beauty and the Beast）， 非常好看，有空你们去看一下。但是我们看的过程中呢，妹妹呢一直哭，可能见到这个野兽太猛了吧？你看，桂芬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先去吃个饭吧，因为太饿了，这里面。到处找他，终于找到他了。他太疯了吧！现在见到小朋友就来。这双不错，这是我穿的。你们觉得这双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双还蛮好看的。这双，喜欢这双吗？问问一下有没有你的码，好不好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买。Nice one. This one nice. 今天买很多东西。今天是吃他们的这个海鲜饭，还有这个牛肉，一切乱七八糟。对啊，好久没这样买东西了。我觉得这样买东西很累，不是我们懒，因为是这个你用头脑来生活嘛，对不对？你出去的车费也是3-4磅，对不对 ？Delivery 也是3-4磅，对吗？就觉得更划算，就送到你家门口，这里还要拿回去，对吧？就算你开车还要停车费吧。对啊，就算你开车还要停车费呢。我真的我也想不通，太累了。今天我们去吃三个，因为为什么要吃三个？便宜啊，3个10磅啊。今天妈妈一周4天减肥餐，今天 day off。休息一天，腌一个。他这个大肥可以吃一个。妹妹家在哪？海鲜饭看起来很好吃。这个打出来好像飞机餐那样啊。这个好恶心啊。25分钟见，吃饭喽，桂芬 ，1、2、蹦。